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学习运动。首先，我想请问大家，你们喜欢什么运动？下一个运动是跑步啊，同学们请看，跑步，你们喜欢跑步吗？这是功夫和泰拳，在中国功夫很有名，中国功夫相信大家都看过吧。在泰国，泰拳你们知道吗？足球，我们可以说踢足球，用你的脚去踢足球。首先我们看一下篮球，这是打篮球，打篮球。羽毛球，羽毛球，我们可以说打羽毛球。下一个运动是游泳，这个运动特别的常见，游泳。下一个运动是骑自行车，同学们，你们每天有的同学是骑自行车来学校，有的同学是坐车来学校。骑自行车，你们记住了吗？